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徐格林徐委员带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在讲这个之前哈，高级班可能听过，但是初级班阿伯听过了哈。啉酒醉的人想跟人讲啥？因为醉啊哈。啊，两个人在路边啉酒醉，啉到拢醉。我拄只刚讲完一堂课，稍微少声啊，忍耐一下。啊，因两个人互相啊正讲对方才是醉的。啊，你醉啊？无啦，你才醉。什么？你在讲啥？是你醉啊？啊，这几百步吼，到尾啊，其中一个人吼，伫个电话那个手电筒吼，放喺桌顶悬，暗时啊嘛，电话甲拍开，啊有啥？有啥会走出来？光吼，一个光的条啊，安尼走出来对吧？好像柱子一样咧走起来。你讲你无醉吼，来对脚背起，对这個光柱上面爬上去。啊，另外一个讲、哎，你搞你笑的，你想我醉啊？我若背到一半，你电话甲揿起，我怎么落来？要笑的，两个拢醉啊，对吧？啊，两个都醉了。啊、过去台湾人嘛是安尼，国民党甲你画一个客空的物件，啊，你嘛得背嘞，背到要入殓去安尼。另外一个，这是讲到讲酒的吼，啊个一个讲笑的，笑，有一款笑话吼，是人的头壳一个所在歹去啊，也是讲伊家己死啊，他会以为他自己死掉，这真的医学上有这个病例吼，我没有乱讲了。啊，有一个人真的以为他自己死掉，见盖肚的人讲哇死啊哇死啊，边个人个讲你也无死啊，哦死啊。结果吼，这个人最后一定到一个地方去嘛？到哪里？人家建议他去看什么精神科医生嘛、啊？精神科医生大概也考坑啊很久的时间，到最后总算这些病人跟他同意同样一件事情，同意什么？伊拢知影讲死人袂老悔，死的人袂老悔。你敢知影死人袂老悔？想到袂老悔，你知道？啊，心脏无碰破啦。我们老悔是因为我们心脏有压力嘛，把血推出来嘛。啊，心脏如果停了，人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悔就老不出来。所以你把刮骨的悔会自动不会流出来。他讲好，我知，死人没老悔。哦，啊，他也同意啊。不然呢，医生说我现在做证明哦，你镜头好啊，他把手指头拿过去。医生说我这肩膀给堵了去哦，啊，等你拿老悔哦，表示啥？表示你歪嘛，你不是死人嘛，死人没老悔嘛。啊！即个医生要证明，迄个人，迄人知影讲你无死，所以甲针堵落去嘛。啊，堵落去了，结果啥？血就流出来嘛。血就流出来，就证明讲你毋是死人嘛。结果这病人讲啥？哦，原来死人嘛会流血哦。嘿，听话人在笑，啊，你若听无，你到底发你是欲变讲啊？笑话都听不懂，我待会法理更复杂哦。我跟你讲，笑话这种东西哦，很重要，它是。就是他的颠倒逻辑让你，他们英文叫 jolt， 就是突然被你震一下，啊，糗的。不会说有一个人突然间踩到香蕉拔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说我们会突然笑，哎呀，就好糗的，因为他是一个突然动作，逻辑上也有这种情况，逻辑突然间动作。啊，不光是逻辑不清楚的没救，我还讲哦，还有资源回收人永远不会问的问题。我都来讲，逻辑不清楚，袂笑的代志，啊，甲一个资源回收人袂问，这真怪哦。七八朵有人看过没有？看过没有？高级班不算哦。看过这幅画的人，请举手。我看过七八朵一看。啊，你们猜猜看，这幅画是谁画的？右挂没？高跟？你上过我的课嘛？对不对？所以不能讲，上过课的人不能讲。对啊，他讲的没有错，高跟，他有在上课，他有做笔记，啊，这高更啊，那高更是谁？你知道吗？啊，他是一个画家。那他出生在什么时候？他的时间点刚好跟范谷同一个时间。范谷像你知道吗？一样割下来那个，有没有听过范谷？没有听过，请举手。第一次听到范谷，范谷的姐姐艺术家啦，在印象派时期，那他画的画哈，就是因为他以后要行经哦，他的线条都很。他有关过神经病院的、啊、你慢慢回去上网，以后民进会人哦，乱办艺术哦，
你要当官员不可以不懂艺术哦。为什么？你被做官员，你被官把郎了。那艺术这种东西叫做帝王之学，你知道什么叫帝王之学？做王的人在当官人，官人都在学艺术啊，你不会艺术你就不能当官，对吧？因为他贵给那，那起码以后他们换位置哦，你的位阶位下卡被顶管，突然间紧接两回管，你换了位置你就换脑袋哦，你换位置一定要换脑袋哦，你过去的教育都给你教那啰嘞，赶快的给你教，伊无要教你什么较高尚的学问哦，所以你艺术拢唔办嘛，这多百几年前话啊，咱台湾人即马看无咧。所以我即马好，民进来想到有一些艺术课程嘛，是甲恁教，就是要甲恁在短时间甲台湾人的水准教个安尼来，会当做通底价。阿拜台湾人是咱的通底的，阿你也唔知艺术里边凭什么去统治别人？你凭什么啦？对吧？所以我在短时间给你们大量的知识，法理也好，专业知识，而且各方面你个人的操守嘛，要注意，都是安尼，在短时间把你们 accumulate knowledge， 所以以后也要慢慢还有英文哦，我一步一步讲。所以这个高跟这类人哈，艺术家他生活也很坎坷啦，有些有钱，有些没钱，但是有一次他赚到大钱的时候，他就拿这笔钱哈，造一堆啊，造一大溪地，太平洋一个岛屿，多爱来的。啊、你知道我熬酒的钱给他大就好大嘛？哦，家庭都无问题，啊，可啥？美女如都在旁边伺候你，把你哄抬，跟那哄地，所以过得像天堂一样的日子。照理说哈、哦，这都是台湾人追求，干不起，自由、幸福、快乐，对吧？移动有啊嘛，外公自由、幸福、快乐绝对袂使咱的追求的目标，那叫做副产品，不是目标。以后等下我再去讲。啊，告一下，照理讲哦，你已经在天堂里面，你还有什么所要求的？结果于这种画了这幅画，这幅画的 title 是什么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哎，咱对多来，那你什么人？那么去对啊？今麦大人都不会问这个问题，那是什么人？啊，你是在创啥？啊，过来要创啥？以后要去对啊？要往多呀去？大人不知呢。以过去也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只会问什么？啊，一顿饭在对，简单个边呢，跟罗嘞同款呢。啊，一顿饭，啊，一顿饭在对，都要当好哥，可怜跟那猪同款呢，用猪搞出来啊，都那猪的习性的造出来，对吧？我来讲哈，反古在这时候的时候，他问了一个大哉问，就是你既然存在的目的，我基本都会问台湾人，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是谁？啊，你要往哪里去？你一定要问嘛。下一张，我讲到这吼，我得讲一个较紧的，我讲一个另外一个较，有没有一些比较震撼的照片？那个没有哈，那个阿嘉，这是我这一次的图片吗？这是多久以前的图片？我这次好像有那个。部落形式那几张照片，它闭幕式里面是今天 save 起来的东西吗？不是吗？你给我那个这次，今天几号？我那是22号的档案吗？你要给我22号的档案，因为我图片都换掉了。抱歉哈，淡化起来。喂、啊、我们在等的过程当中哈，我继续讲哈。梵谷其实跟不啦，高跟其实在梵谷被断到顶一阵子，哦，他们住在一起啊，结果脾气很不好，两个人处不好，所以梵谷用割耳朵来吓他，啊，就跟我姐笑哎，黑的照片，像那样，啊，过去是这样子。然后那个阿嘉，你待会找到的时候，直接给我那个部落形式。我讲过去哦，所有的人类哦。东西安那存在的，都以部落形式，部落的像，几啊万年来的人吼，拢像部落是几啊家庭到规定，啊以狩猎的范围，还是种植的范围，还是水资源的范围来决定伊的势力范围。啊，另外一个家庭的大家庭，搁另外一边，叫另外一个部落。啊，吼兄之间会怎么样？
拄着人啊，小台嘛，对吧？要抢物件嘛，过去也无在沟通，无啥物沟通的过程，都就开始抬啊嘛。哦，啊抬了迄阵会做啥物代志？啊，如果把对方建牙了，中边嘛，弄个抬个抬个光光光嘛，所有都杀光嘛。为什么要杀光？你知道？假如你也办了逃走出去了，搁生团，搁侪人都等来搁搞抬。哦，过去哎。圣经上有这故事，你有听过亚伯拉罕这个人吗？他是现在中东的战争的一开始，中东战争打几十千年的，结果那同一个爸爸呢，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同一个祖先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呢。以前亚伯拉罕这个人他的名叫做多国之父，很多国家的老爸，他的名的意思是这样，啊，路上的人就说，你叫什么名？亚伯拉罕，多国之父，啊，你有几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啊，人笑死人，一个人无爱讲要做多国之父，是安尼个笑。啊，因太太啊来挡袂掉，因太太已经八十岁啊，吼，啊讲啊，你归去死死掉心好啊，改名啦，啊无安尼啦，你若不爱改名吼，我叫查某囡啦，你改姓，给人生一个，你至少有个孩子嘛，讲好啊。哦，等你再看，这精彩的画面待会再看啊，多国之父啊。你都跟他生，结果那个叫做夏甲，他就跟他的夏女生一个小孩子。啊，你知道女人吼，那生的小孩子就开始骄傲啊，我也生你不生啊，对吧？啊，那个祖母哦，原来那个原配哦，就是嘛，别说原配，那是夏女嘛，跟夏女生不算妻子呢，只是她帮忙生嘛，代理孕母那样。啊，那不能当做老婆嘛，啊，每天都要给擦啊，所以那原来的老婆就不欢喜的。讲你未使待在这厝内，你甲我赶出去。啊，结果亚伯兰就讲啊，无多叫他老婆烦了，啊，出去出去出去。啊，就一袋水，啊，一点点饭，诶，这一家迄饼，会离开。啊，你像这些沙漠所在吼，哎，带一个囡仔，啊，一桶水，安尼，真去就会死对吧？结果迄阵天灾来讲，阿伯你的后代变作大族，果然没有错啊。伊讲上帝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了，以后你会变大族。果然没有错，今嘛阿伯国家遐侪人拢是。诶，夏家也后代呢，啊，就叫西湾对吧？太个艰难是嘛？而且犹太人的后代嘛，就是后来因某八十岁、九十岁国生，真正生了，啊，生出来就有后代啊，就艰难伊犹太人，犹太人跟这同一个祖先呢，趣味无？对吧？西伯头，啊，就今嘛还搁在修正，啊，这就是拄只下一章。过去部落就是安尼啊，抬来抬去啊，走来走去啊，啊，那抬了都头倒起啊。无让你存活的啦，啊！但是这样顾起来那蛮丢嘞。你讲抬了了，啊，拜土地变多，啊，现在没去种，谁要去种？啊，你要派人，啊，土地变大不够人呐，没有呢。所以下一章，把这群人留下来，较搞较巧较用的，弄来抬了，啊，剩了一下老弱妇孺，留下来，啊，留下来做什么？下一章，种田啊，种稻啊，啊，这个人我好解名叫资源回收人。本来要给用 discard， 要丢掉，要弃置，要抬，即马捡到回来使用，迄叫做资源回收。垃圾本来要丢掉嘛，捡到回来使用就是资源回收人，这我定义的名词啦，哦。啊，每天都努力，每天都工作，然后吃饭、睡觉、唱歌、跳舞啊，买东东啊，即马佫给钱买东东啊。隔壁的香港都是安尼啊，香港都是资源回收城啊。香港每天的人都忙着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啊。过去有英国通敌嘛，因为输给人家挂。这个走回了英国人99年嘛，啊，英国总督就在那边设一个制度嘛，啊，香港人努力的每天工作吃饭睡觉的，然后时间到把税交给总督，总督再交给女王嘛，啊，时间到中国收都回来了，对吧？啊，所以邓小平讲，五照跳，马照跑的意思是讲啊，你那个一顶人啊，继续个让，啊，以前一国两制嘛，啊，一国两制目的是要吓台湾人嘛，啊，结果伊即马知影台湾不是伊的嘛，特别等伊啊，当然一国一制啊，所以要求香港人讲中文。哦，唱人民解放军的军歌，哦，国歌，啊，香港人跳开，哇，不，香港跳开，啊，哦，他们就战中嘛，对吧？啊，战中记者都给访问过，啊，你为什么战中？啊，我们不喜欢这个总督啦，啊，你为什么不喜欢总督？啊，有逃啊，不逃？下一章，来，再下一章，这个太复杂，我先不讲，再下一章，讲到那个资源回收人那个嘿。哎，有投，那没投。总督有投，我们没有投。你知道总督为什么有投？
总督有效忠对象啊，还效忠中国北京嘛？北京叫伊叫啥物在做啥物代志，就做啥物代志。但是下开香港人都无逃，过去有英国人统治嘛，伊干那负责努力的生产、制造啊，买东西啊，啊时间个浇水，应该要安尼尔。啊，即摆有一个有逃的人来，伊就诶，他长得跟我们不一样，他有头我们没有头，我们白我人王人，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没有头的人做事情就无头无脑嘛，所以你真的给他机会去做，他也做不出所以然来嘛。所以他讲他的诉求讲不清楚嘛，问你到底要什么？不知道，他只说我们很有效率，我们希望什么都在制度面、执行面上面去跑嘛。他不晓得香港到底是什么嘛？啊，香港真的是属于中国的 啊你中讲中文是合理的啊，你唱中国的解放军的歌是合理的啊，因为你是属于中国，你是中国人啊，还知无？啊，起码就是中国人看见无头，要甲整头起来，安尼啊，无头人挡袂掉安尼尔。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中国，那头被人家搬掉啊，啊，顾起来，因为他接受英国统治比较好的系统以后。哎，邓来今嘛被邓去中国，干嘛？哎，战争怎么那么落后？啊，产生了不愿、未愿的心嘛。啊，在机关挺多，逃避个争到等于不爱红争，啊，招来招去，哎，就香港啊，所以他不会有什么结果。你不理他，这群人到最后还是要回归正轨。这是政治啊，啊来民进党要怎样什么一个境地？哦，啊过去部落跟部落之间小台吼，近期那个该也行夹出来，伊咪只敢咧台哦。哦，这阮的拜的神，阮足大诶，阮是代表所有尼罗河的神，鳄鱼、鳄鱼啊，还讲啊，阮这是代表蛇的神，哦，阮买足大诶，要烧台。啊，台了赢的人对输的人都来做啥物代志？不把它灭掉的时候，剩下资源回人家叫什么？你叫拜阮的神啊，输也再搁继续拜你的神，你即马输去啊嘛，表示你的神比较烂嘛，比较傲嘛，你就该做拜阮的神嘛，对不？赢的对输的都要做这件代志嘛。你拜我们的神，啊！你对外神，我靠，可能我你劳力的神，你劳力的神安怎？啊，拜换嘛，我唔是你的人，啊，拜换嘛。所以我你要对外神，拜外神，讲外话嘛。你再再继续讲你的母语，母语，无这机会啦，无谈好你安尼啦，不让你有反叛之心。这个过去台湾人遭受的待遇啊，哎，中国甲你做侵略者，伊唔要甲你创啥呢？你整都不用整，你一定是温书的嘛，所以直接执行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叫你拜野神，叫伊讲讲伊的话，对伊的神。咱即马台湾人拢是做安尼，咱拜是中国神啊，对是中国神啊，讲的是中国话啊。你唔像讲台湾话是台湾人的话哦，唔是啊，啊不然西班牙语族啊，咱是古萨族甲北部族后代啊，咱是过去有清朝统治大清帝国统治200多年，你才变安尼去的。来，我这个讲愈讲愈深，深哈。啊，这个叫做 R Man 啊，下一张 Recycle Man 啊，谁的话？你有看超人不？没有投资超人，头一次看到哈，没有投资超人呢，身体很壮，执行力很强，可是他没有投，没有效。什么叫没有投？就是没有效忠的对象。下一张，我越讲会越多了哈。下一张，这个分作几啊款，人分几啊款，上低的赞助哈。我跟你讲怎么分，就按照他行为的主宰者。决定你行为被他做代志的原则来分你什么人，比如讲上下骹这款，伊是根据他动物生存的本能，会食的、会巴做、巴嚼的本能感官来做代志。比如讲啦，动物伊若枵着，你就跟他起笑呢。啊，你若饲有爸，拢乖乖就乖顺，对不？你能叫他说左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有没有坐下？那会使嘛，对吧？你用食的样啊控制嘛。所以下骹这款人就是安尼啊。他不管人家死活，也想吃的，所以一般人啊，那看到遐高级的物件，讲读册读遐侪要创，阿伯都做饭他吃。你有听个人他讲，画画做什么？阿伯都做饭他吃。所以这些人判断事情标准，按照他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当做食物来判断。哎，不是动物是什么？哎，都动物在公权威啊，我画都做饭他吃。他 evaluate 评估事情的价值，是根据他可不可以吃来评估。所以呢，你若摕珍珠转钻石去。但那滴滴也给你加对吧？钻石呢？钻石呢？黄钻呢？一个好几百万、几千万的钻石，去啃那滴啊滴，一定给你加。你想讲要啃我石头是吗？因为迄个不是会当食物件，伊唔知迄物件价值嘛，价值唔知嘛。伊是用动物的，阿卖讲较深啦。高雄遐有些少年人哦，暗时吃桥多摆，十几个人安尼提五十多万，看到路人遐砍脚筋。警察给抓起来，到警察局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啊，就送啊，对吧？
我身里面就有一个动力，叫我去做这件代志啊。所以这个人就跟动物赶快嘛，他完全不管人家死活，以他自己的本人的冲动去满足。看到查某人笑低沟，特别上，就像那样，就动不了。啊，有人就做加油去用家，啊，住的地堡，这个人不一定散哦，就好个就这哦。哦，他住地堡，然后开的是私人飞机，哎，海西洋在起要走嘞。中文一句一个衣冠禽兽，禽兽的，这样，精神，精神啊，对吧？就是动物嘛，他就跟动物一样嘛。啊，如果是动物，就要用动物的方法来管他。所以叫做绳之以法，动物要用绳子给扣着回来，给惯。动物各分三层哦，愈下骹愈害，愈袂输惯。你任何团体组织内底拢有一群人袂输惯，你看下讲高正无效，啊较巧的，你就让甲内底拴出来做头，对不？拢是安尼嘛。啊，接近动物啊，较惯的这个，这当他没有头，可是他可以是诺贝尔奖得主，因为他做巧的，像日本啊、香港的社会蛮先进的 啊，日本也是啊，但是他没有效忠对象。日本是悬置在那边，天皇是悬置，不是真的装上去哦。哦，啊，美国是最大的资源回收城，所以资源回收国家呢，全世界都造一下嘛，对吧？过去香港被回收的时候，有一群人想办法在九七之前就造嘛，对吧？造一澳洲啊，造一香港，造一奥地利啊，纽西兰啊，加拿大，对吧？移民嘛，拢造起嘛，结果一造起嘛无效嘞，这群人到都要拢是资源回收人嘞，因为脑袋都没有效忠对象嘛。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把它都当作生产的机器来使用，对不？啊，哪些国家的条件改变，那些两个都被造啊。所以资源回收人有几个特征啊？四国买厝，啊，我上海也买厝啊，美国也买厝 ，LA 也买厝，啊，什么情况也改变？条件，当初吸引他来的条件改变，比如说美国改变全国抽税，全世界抽税，哦，放弃绿卡，马上就造啊。那有个资源回收人没有效忠对象啊。啊！那美国有一天打仗，各位做兵役，各位走，所以机关人都是四鬼弄那赢的人，那个提来过来抽水就好啊。所以美国大部分是资源回收人啊，外来移民啊，没有效忠对象啊。真正效忠美国是只有少数人啊，在统治这个国家，卖公求亲哈。过来，啊，路也开的人哦，一对时间哦是当下的利益，马上啊，这块呢稍微后一算。法律对他来讲是在管他啊，这点人是玩法之人，你就把法律讲出来嘛，法律是怎样，我在里面玩得很好，得到利益，机关人钱呢？你没有效忠对象啊，哦，那他所崇拜的对象是什么？就是艺人啊，后家人都是些偶像啊，哦，哎，咱讲到这吼，他又以遵守法律规范程度来执行效率来划分，资源回收人买单婚呢？高级、中级、低级，越下面的越不能遵守法律。比如说，你住那种高级住宅区，你要受到限制比较大；越不好的住宅区，限制越小，对吧？啊，路上越乱嘛。在美国都是安尼嘛，高级住宅区来滴身家调查啦，你车都在下面车，你人出来都安怎啊？袂使有袂清啊，弄来管你草皮无加，隔壁个你妈，迄就是高级住宅区嘛。啊，低级住宅区来滴欧人窟啊，吼、哦，现在什么小朋友那个。骑脚车膝盖有被照啊，笨手有被单啊，那都像那，但是他们都还是属于这个，还不没有到动物层次哦。你今天要供也要给盖哦，所以就这样来划分嘛。所以这些层次型的啊，定管型，路尾看好越 physical 接近肉体啊，稍微考一点 subjective 开始有主观，然后越高级的资源回收人是越来越客观 objective， 啊，像定管就 absolute 就绝对，它的标准是绝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很清楚。他做事情是对错来决定他的行为，而不是说他可不可以。这群人叫做 pragmatic 人，就实用主义，这种东西行得通，民进户甘美去讲，这样来决定他要不要来进来民政府，而不是说他讲的道理对不对。来下一章，我不讲多。这吼，这少年人喜欢读，从爱听。哎 ，Maroon Five， 魔力红有没有听过？魔力红歌听过几首？这少年人哦，魔力红听过。哎，他最近的流行一条歌叫《Animal》哎，你看他歌词哦，那些少年人也听爱刮阿丽的旷野歌词内容，就你什么是喜欢这条歌啊？我们来看歌词内容好不好 ？Baby, I'm pr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s. Maybe you think that you can hide, I can smell your scent from miles, just like animals. 哎，这个歌词哈，如果真的念出来哈，
你会觉得日文叫做哈兹卡西，会觉得很丢羞耻。可是我们在削野瓜呢，所以呢，表示什么？我们年轻人在封这些像动物一样的歌曲啊，内容在讲动物啊。他说：“哦，你这个 baby 啊，你这几公里以外我都闻到你的味道，我就是今天晚上又抓到你。啊”这种不就是跟动物一样的歌词内容吗？啊，为什么得削这根瓜？认同这种价值啊？啊，为什么会认同价值？因为你是这种属性的人，但认同这种价值啊。因为这歌一唱出来，他觉得很爽啊，说到我心深处，就投入了嘛。Maroon 5流行歌曲，表示大部分年轻人就关朗啊。不，歌不是光听旋律，哎，它歌词内容也很重要嘞。除非你英文实在是太烂，那就另外一回事。哦，阿兰金麦出来哦，明镜会被 kill， 你们叫预备储备班，慢慢上课上到后来，就像我们那隔壁的那些穿着黑衣服、穿着西装打领一样，接受法理的更深一层的训练。一贯的是自来就来做通底价，哎，卡的是几块人跟几块人，几块人像观众比赛啊，啊，几块人是。就是动物一样啊，你就把它喂饱喝足了的话不太急啊，你们出来就是这个，你们有效忠对象，知道为了什么而战哦。给资源回收人一条蛇嘛，生来为奴隶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史观不需要传承，因为从奴隶眼中看这一生实在找不出什么好引以为傲值得纪念的事，没有计划也没有未来，奴隶根本不需要计划未来，奴隶的未来是掌握在主人的手里，没有主人同意，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努力如何往前看？因为手中捧的那一口饭就是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努力总是告诫他的后代说：“想要这边送下，一旦好高雄实在，如果小心，如果把他眼前那个馊饭拿走，换成龙虾、海鲜、开胃菜，加上法国红酒、香槟，他会拼着老命冲过来咬断你的手。”都像那样，这个努力之歌啊，就可怜嘞。而且小的丁文大部分就是这款人，只有真正很少数少数的，在常态分配里面，他说很少数的人在想 OK， 我来跳个下啊，底下讲，这个图看得懂吗？我今天讲的是台湾史解码哦，看不懂的举手，应该大部分都看不懂了哈、哦，看得懂举手。我为什么要叫你们举手？都是这个卖困去。好，下一张啊，你看有无？啊，看无举手，看无举手，看不懂举手，看不懂举手啊，有几人看无？好，我就问看不懂的哦。敢你看无？好，我来问你，我请问哦，这里底有的是飞机大炮呀，飞机大炮呀，是不是？看无的我再问哦，里底有的是飞机呀，有无？坦克车有无？啊，无嘛吼，这有物件嘛，有底有物件嘛，对吧？但是不是花？坦克车、大炮，不是嘛？哈，阿蝶为查甫啊，查甫的嘛？哈，阿你也知查甫，有奶奶嘛，就大个嘛？哈，阿几个人？几个人？五个人嘛？五个人嘛？啊，都看有啊，啊，你就是看有啊，你知影几个人，佮知影性别，佮知影是蝶伟人，这就是看得懂嘛？只是他跟你期待过去，你想讲是安尼，无同款嘛？你过去硬要看这嘛，对吧？你赶快看这個，这还要看未？这看有无？啊，对只讲看无，你这看有无？一个查某坐遐，你看有无？这看有嘛吼？一个女生嘛，啊，无穿衫嘛，顶高一个小天使嘛，你看有？你是无戴目镜还是安那？看有无？有一个查某嘛坐遐嘛对？啊，但是这是三百年前嘞。啊，拄只这张啥？这是你阿公阿祖的时阵画啦，1907年，1907年，毕加索画啦。百几年的图你看无，这有问题呢。恁阿公阿妈阿祖迄种画图你看无，啊，你是不是太落后了？啊，你看得懂三百年？你是不是回到三百年前？诶，欣赏艺术欣赏水准，所以你过去的教育你该教教你看无呢？结果这是百几年前的人画呢。1907年是100多年前的人画的啊，你出来看无？无人教育了，没有人教育你，这叫做立体画派了。立体画派该水有一天你有看无？这里注意哦，这是一罐水嘛，啊，你是不是一罐水？这样也是一罐水。啊，你看我这人，啊，你看也是我人，啊，你也是我，下脚看，啊，你也是我，对吧？不同角度嘛，无同款角度看嘛。那你把不同的角度放在同一个位置上面，就变安尼。鼻对这看，耳啊对啊，目睭对这看，下海对这看，
不赶快，结果把它放在一起的，变成就叫立体化派，还在不？时间不动，观察点改变，产生立体化派。哎呀，看哈、哦，很好。啊，那看夸张一点的话，就下一张，不上一张，这个这是夸张的、啊，就是观点更多，多到你实在不好认，那个立体化派的极限，他的朋友了，哦，啊，这是300年前的，这是打算夸我，这都。包括三张坑做会，你说单一观点的，你看物件不动，观察就是安尼结果。过去人拢安尼啦，照相拢显，你袂使游来游去嘛。但是过来这都啥，时间不动啊，四个按照啊，就看做安尼。啊，国家这点就变呢，要多点观点，安知嘛？但是不管重点不在这里哦，重点是讲不管哪个系统，主头高背拢赶快，你不可以一下画写实跳一家啊，来没来对，而且不能看，对不对？下一章，什么叫抽象化？这叫抽象化了，这才是真正抽象化。杜甲还不算抽象，还叫做立体化派，某一种程度写实，这叫抽象化。真正什么都不是，你不要多看。啊，这样，杜甲我讲的，系统来电，不同系统的来电都变来，懒做会拼贴大杂烩，完全看不懂，没有逻辑。我要讲一些这個、，the law 活作股法则，法则是什么？放诸宇宙皆准的道理法则。那我们不是讲 law， the law 意思就是说，宇宙只要你活在这宇宙中，它有一个道理。我为什么会讲这吼、個？过去台湾人都唔知这了，无人甲你对家开始讲起。你只要活在这大自然界，就受到这大自然的一些基本的法则限制。啊，万有引力怎样想哈？地心引力怎样？你如果在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生存，所以我们制定人类的法律，但是这些人类的法律就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则，比如说有地心引力，所以你的建筑法规里面就考据地心引力来做设计，来做限制，对吧？啊，不处于斗嘛，对吧？啊，大自然来对大自然的法则来对，有男有女，所以你的民法里面就要考虑到有男有女这件事情，人类要生团托要延续后代，所以你的民法里面要保障婚约婚姻这个东西，一个合约，婚约目的不是让你离婚的、啊，婚约的目的是要保护人类的社会，让你延续后代。你在法律里面要定义有男有女，有男有女，这就是尊重大自然法则。所以，因为这个大自然的做基础，你才有所谓国际法、战争法，这种在这上面建构宪法，都是 based on 大自然法则建构起来的法律，然后再从这上面建立所谓的民法、刑事法各种相关的法律，再慢慢建构起来了。是安内啦，所以你如果不知道大自然，你要尊重这大自然，有上帝创造或者有这个概念，西方国家是这样来建构起来的，才有你今天的法律。你不可能把那个原则把它切掉不看，直接在上面做法律的制定的动作会有问题。还怎样哈？然后法律不管怎么样，他们就要有一个概念叫 consistency。consistency 是什么？我以后用很多英文哦，你民进会官员、未来的官员一定要英文越来越懂哦。就是在一个系统中不蕴含矛盾，比如说我今天来我请啥请西装，对不对？打领带正常嘛、啊、我右边穿皮鞋嘛、啊、我左边给你穿高跟鞋怎么办？会看吗？一定笑的嘛，对吧？因为我这个系统有问题嘛，我系统当中有矛盾嘛，我左脚是高跟鞋啊，右边是皮鞋，你这人是什么变态啊，对不对？就不正常，不正常就是说 系统中间不 consistent 不一致哦，有针对系统，也有针对。比如说，我随便讲，我就用车速、心跳有没有一致？每天都是72下上下啊，你一下200，一下飙10几，一下又不动，你心跳有问题，你这个人有问题，对不对？心脏要快，心中扣会疑心嘛，你的心跳、心率不整嘛，对不对？叫 consistent， 速度上要持续，系统上要一致。好了，如果不一致是什么？其实，在法律上哈。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你在法庭上面互相告来告去，只是在做一件事情，要证明对方的陈述跟他的证据不一致就好了，对不对？我只要证明对方不一致，我就赢啊。法院双方都这样，就要告这件 consistency， 就要证明对方不一致。哦，所以这一致性很重要，一致性也牵扯到什么？另外一个字叫 integrity，integrity 就是表里一致。我既然我说我是谁，跟我实际上这个人是谁是一致的，表里一致。我跟你说，在村子里面位阶越高的人他会越一致，
比如说他对每个人，比如说他对这人跟对那人，我的判断标准都要一致。位阶越高，路爱安呢，我你无法做都做丢了我呢，对不？把人爹修修嘛，你来有一个公平的标准给他判案嘛，人家会尊重你，你有这个 integrity 嘛？就是我这样公平，你有不公平的话，下面会挑战你说你不一致，你给这个人标准跟那个人标准不一致。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的相反词是什么 ？integrity 的相反词叫什么？叫 dishonest 不诚实，不是 integrity 的相反词叫做 consistency 相反在 inconsistency， 那 integrity 的相反词叫做 dishonest， 或者换一个字叫 hypocrite 伪善者，伪善者这是骂人的话呢，在英文里面你说你是伪善者，那是很严重的骂人的话，就是你这个人表里不一致。哦，那我们给大家民进会当告干赢啊，就是冲着美国法律上的一致性来才告赢的，因为美国你是老大嘛，你老大的话你就要放出全球皆准的标准出来嘛。你的宪法里面想说国际法战争法是我遵守的，那你就要真的做啊。所以连民进党那个狗啊，你搞这样想要叫我去买武器，你搞这样想要改我的国籍，你搞这样想要叫我啊改我的语言，叫我拿你的护照，拢假的啊。是安尼，甲美国告，美国才惊一下，讲对吼，伊就照这惊。啊，都伊也告一个啥 ？Integrity 就是伊个法院告赢的，伊个行政部门啊，甲伊个行政部门甲伊个法律部门过来，伊行政部门都在配合呢。行政立法司法，这接下去就国会要来了呢。行政立法司法，这是其他部门要配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国格的国家嘛。后加在来告赢是美国的。啊，另外中国迄种不是安尼，所有东西为了服务于他个人的，因为随在法律也这样挡的，越落后的国家，他遵守法律的程度越低；越先进的国家，他遵守以法律治国嘛。啊，越落后国家就以人治国嘛。啊，你知哈？后改才能够美国在底下的法律里面得到淘宝，才有今天所有的台湾民政府成立嘛。那在当起啊，在在唔惊人啊，搞人做嘛，是这样子诶。啊，你知哈？下一个，所以这个观点大家都有，观点改变，看到世界就变了；观点不变，旧世界、旧观点根本看不懂新世界。所以你都在讲，我看无，你说实话没有错，但是你的观点没有变，你观点变，今麦都看无啊，对吧？你过去看无嘛，因为你没有新的观点。我现在讲法理，就是过去台湾人没有的观点嘛，那从来没有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台湾是什么地位嘛，啊，今麦有啊嘛，今麦给你讲的就发力嘛。你要法理上面就看清楚什么是台湾现在的真正地位嘛。OK， 你讲要讲清楚，我简单的把台湾的历史讲出来给您听哈。过去四百年前那是部落形式，过来大都王国来对不同的部落，四百年前我在讲四万年时间点拉长哦，有大都王国就是我们里面的部落更加就多哎，在台中央附近啊，啊过来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殖民地。后来因为航海技术开后，最近几百年来，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一种讲 Air Formosa， 就是美丽之岛的意思。一种开始，因为人类开始有航海技术，在开始探索，所以接下去什么来了？掠夺者来了。掠夺者就是仗着他的技术，航海技术的强，来到落后的地方来剥削嘛，对吧？就是殖民地嘛，开始嘛，开端嘛。啊，咱过去台湾真落后嘛，咱讲部落在那小台呢，啊，拄着这款外来人都是开始。我多啊，只好接受啊，人比人家强啊，小台人怕输人啊。但是这各个掠夺者当中冇上派哦，互相也抢来抢去，对吧？对吧？啊，大清帝国有较紧嘛，所以就该减开嘛。但是荷兰家应该谈条件，到尾啊，这个国家叫怕赢，叫大日本帝国啊打败了嘛。所以现在换大日本帝国进来，但是他其实不光是掠夺者，已经这样。外公，什么叫做掠夺者？讲到派掠夺者呢？查甫对查甫有性需求，但是不要跟他结婚。哦，掠夺者都是安尼啊！我把你的资源弄给他摕掉啊！我被爱的爱你，啊，我不爱就给他淡掉啊！不负责任。所以过去美国跟咱的高刷做人修台，一船搁浅去用台了了，美国去大清帝国国讲，这你的人跟我们台，你要负责赔钱。啊，迄阵大清帝国讲啥？这不是阮管的啦！啊，法与不法由贵国自裁之，要怕要台谁在你啦？不对你负责嘛，因为台湾是他的殖民地嘛，不是他的领土的一部分嘛，那是殖民地，殖民地就是这样啦。
我都要讲嘛，对你有兴趣就等于不会跟你结婚嘛，不想对你负责嘛。啊，但是在日本对我的结来不赶快哦，他的做法不一样，他做了什么？他真的要跟你结婚呢？1945年4月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在台湾，这就是明媒正娶了。主机的电时间开始，伊就正式成为真正跟你结婚了呢，就是有名分了。所以他以后就会照顾他的百姓嘛，啊，相对于换于我们对天皇的效忠嘛，天皇这块土地的拥有者，所以叫做 permanent system change， 永久性的系统改变。啊，过去那个都是暂时的，一个掠夺者，掠夺者都是 contemporary 暂时，不管你几百年一样，都是暂时的，性质没有改变，他只是来剥削而已。现在法理出来了，这点人来找，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真正的老公出来的啊。啊，过去把你强暴的人，当然要叫他走啊。那我可以消那群人的道理，但台湾人来得多一群人要消那啊，消过去强暴你的人啊。我等下会讲，越讲越仔细哈。暂时不讲那么多。还有一个叫做余孽啊。所以系统转换是什么？对象是系统内部被统治的人民，以特定掌控历史解释权，维系其统治资格，以史观建构法律。流亡政府系统怎么证明他是企图在不属于他的领土上从事破坏，为了建构对他自己有利的虚构系统？如何证明一旦出了台湾，国际组织国旗国号都不管用？哎，过去哈，我出国留学1986出国念书了，那时候我们都要建南受训，受训是讲一下，离开你这系统你也叛变了，所以给你行前训练，结果出国留学生都不爱等哎。哎呦，我们出国之后就发觉不同系统啊，过去都搞骗的，大家看到真的资料以后，当然都改变了。哎，知道哦，只要离开这系统，所以你要证明一个系统有没有错，你不能在系统里面看，你要离开系统以外才能证明它是对错。所以有人说，啊，你说这民进有这套啊，报纸也没写啊，电视也没废话，你在它的系统里面当然没办法证明啊，除非你离开这系统以外才可以回过来证明它对错啊，啊，你脱离啊，是这个原因呢。这样哈，下一章。啊，所以我今嘛哈，帮你们解构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历史的史观。过去你们的历史史观都是国民党给你改，对不？来讲，啊，很多少年人讲啊，老师讲历史被冲上，哎，太不重要，我错了。一起念这句话：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选择，选择之后产生行为，行为决定台湾人的命运了。你我之间上叠下历史，罗马对不？顶多写你个人日记啦，公司的严格史啦，对不对？学校的校史，顶多写个记者站出啊。国家一起统治者在写的，轮不到我们写，对不对？但是每一旦写历史，就有一个观点在，你不可以前后矛盾嘛，对吧？你写日记会不会换人观点？不会嘛，就是我啊。所以都牵扯到一个东西，叫做观点、史观。写历史也有史观，可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看法嘛。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男生有男生看法，女生有女生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他观点啊。北美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观点，白人有白人的观点，谁的观点重要啊？谁的观点比较重要？大家都有观点的时候，谁的观点重要？不一定哦，对不对？美国的北美洲的白人，印第安人如果继续坚持他的观点，现在灭掉了。过去在北美洲有很多的印第安人，不同族的，啊，真正比白人来的要更真，坚持他的观点的被灭掉了，没有坚持，现在住在保留区里面。是这样的，啊，台湾人有观点又怎么样？我刚才讲，男生有男生，女生有女生的观点，结婚的当天就知道，两个男女一起结婚，当天晚上就出问题。哎，先生坐在桌子上面说，哎，暗灯啊，煮好啊，啊，这就来吃。他说没啦没啦，你先吃，我现在继续煮第二道菜。先生说没啦，在我们家吼，拢是大家拢做定位的，才一起开动啊，才吃饭啊。我大家讲，我们家做行李无遐，没有那么奢侈的啦。你新家了，按头这样吵起来呢，这样就可以吵架呢。啊，吵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沟通，沟通不良是怎么样？离婚了，离婚收场哦，惊死人，对不对？啊，要不然就是什么，互相就接纳对方的观点嘛。最后一定要寻求磨合嘛。啊，就是那谁的观点重要？谁爱谁多，谁就让多一点嘛，对不对？最后就接受对方的观点嘛，总是只能有一个观点，不能两个观点矛盾的互相存在嘛，不可能嘛。这是结婚的，顶多是离婚哦。国家跟国家就不是这样的哦，就是灭掉了。
国家层次的观点不同，就是冲突、战争、死亡、消灭，就像那样。关键你在跟国家跟国家的关系呢？我只借这种小观点跟你讲，观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选择，你看你要坚持还是不要坚持，选择之后产生行为，接下去后续行为，行为决定你的命运。史观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开玩笑。所以国民党的史观过去都做什么事情？我跟你讲，简单分三类了。第一个，掩盖过去对台湾的罪行；第二个，设计未来窃据台湾的动机；第三个，为了当下利益。下面叫做掩盖合理化。哎，他在我姐告诉我，应该讲啊，几百西西十几人，十几万人不算什么，我听下给不？我让你讲哦，可不可恶？对不对？当然不对啊，对吧？为什么？嘿，支那人的观点啊，不是咱的观点啊，那是用台人是怎么会用这种观点？但是，当你小孩子是接受这种观点哦，没什么哦，是不是？第一半，台下这台湾人，他要脱罪，他用采取这个观点，他给你放假，对吧？放假讲，我今晚搞问建来讲，哎，228那边我们大家留下来看一点历史故事，来纪念一下台湾人受难日。啊，我跟同学约好要去庆祝啊，我们卡拉 OK 啊，我们看电影啊，啊，那些老一代都不算了。哎，这很可恶嘞！哎呦，我们的第一代几百个用台，第二代去上去做兵，第三代让你要受他的教育，改变他的观点，一个种族屠杀呢？那小孩子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呢？二八变成亲家，就颠覆你对二八的观念呢？就是这样啊，观点被人家控制住，就是这个结果。你台湾吼，每一个名拢秀名名，天皇的臣民。所以过去关台湾人没超过两礼拜，为什么？你知道以前总督关台湾人，不管你什么政治犯都是什么样，两个礼拜就要放出来，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这个地方我们是天皇的臣民，总督来，总督只是一个什么管家而已，管家不能对老主人的财产随便做处置，所以他只能做到一个限度，他只是一个管家，是按那理由。但给有秀苗苗才有户籍制度啦，你生下人像生你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单子都写好啊。中国现在不是啊，一将功成万骨枯，视万民如草芥，尽在寡，尽在台，对不？因为遐人侪啊，谁在你台啊？本来的部落竞争到现在啊，所以人家对人命不当一回事，咱家不是同款啊，咱无同款啊，你无同款人啊，因有些观点套在我们的观点上面啊，都、就是要给你抹灭，讲咱台湾人叫台籍干台籍啊，多么残忍啊！所以你观点被改了，就是史观改了，你的立场都改了，最后结下结论都改了嘛，行为也改了嘛，命运就改了嘛。第二个，未来窃取，更改了改了讲亚达密约，啊，不被讲旧金山约，真正决定台湾这块土地属底下人是什么条约才可以决定嘛？不是宣言呐、啊，宣言项目要讲，我讲101席我诶，我宣言100次1000次嘛，别变我诶，对不？你都要真正讲101。150亿后，我加几叠加啊？你搞那契约合约双方对不？两造双方签合约嘛，我付了钱，那、啊、你这个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嘛？啊，定管在下外面啊，这在小地外嘛。那我跟我宣言，宣言公告抓嘛不好，最后还是要回到合约嘛。啊，台湾界偷得合约的有啊，能盖啊，上次马关条约啊，大清帝国大皇帝割让台湾澎湖给大日本帝国皇帝嘛，对不？就是条约写得很清楚，定管名过底下嘛。二次战马旧金山合约跟台湾这块土地有关的，就透过合约嘛。第二次日本放弃嘛，是今麦新日本国放弃，没有说天皇放弃啊，所以现在还是属于原来的主人啊，并没有过户给任何另外一个人。上面的那里所有权杖上面名字没有换人啊，都是安内啊。啊，台湾人你既然你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结果，都是因为你站出来讲我是台日本帝国的臣民呢。我等你再讲个前面哈 ，self interest 当下利益。更加有人讲，哦，台海战争了，足危险嘛，去买武器哦，大家交钱哦，缴税哦。结果拢唔是，保护台湾这土地是美军、美国第七舰队，甲中华民国在澳平啊，完全没有能力去对抗中国的。但是用这理由也让各地骗军购，军购来这个奇怪的，就像那样。所以你看这严不严重？史观严不严重？改变了人台湾人的多少事情？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选择，选择采取新的行为决定命运。国际领土的纠纷，国际共同接受的观点就是按照国际法。
当然，迄款落后中国在讲自古以来，过去啊，真爱讲自古以来历史观点，但是是法律观点。啊，比这个好的是宣言、高过条约，等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哦，所以今天你被中奖，帮助台湾人对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了，想办法把台湾人给我出来了。好了，问你们这四个图，哪一个最清楚？透视，你们知道透视吗？把东西看得远近看得最清楚，这是里面这四个图里面哪一个最清楚？来，我问一下哈，这个认为这清楚举手，认为这个清楚举手，认为这个清楚的举手，认为这个清楚的举手，当然是这一个啊，怎么举错了呢？透视图是什么意思？能够让你看远近，离你近的要大，离你远的要小啊。啊，三个都一样大，你有没有灰气啊？是不是灰气啊？到底哪里远哪里近啊？你要看呗。不是，我们这一次哦，举错答案的人比较多呢。我教那么多，好了，弄改水利了。好了，正确答案透视图最清楚，画的最清楚是这个，就是离你近的要大。但是我为什么要让你看这个？就是说历史史观可以被扭曲，特定的历史放大，让你想说历史只有几十年。正确的看历史要很客观的远中近啊，远中近，这样来看。哇，说这个，我发觉你们的答案吓了我一跳，我现在修正一下我讲话的内容。好了，你们现在所编的所有证据，教你们用很科学的方式来看，在法院里面讲证据嘛，法庭里面都会收证据啊，用禁锢来判案嘛，对吧？啊，禁锢来对，首先要做的动机是什么？假的证据先丢掉嘛，伪造的历史不要看嘛，对，假的都不用说啊，真的来对再来比啊，真的来对又分为 A、B、C、D， A 级是科学证据，比较接近客观，越上面客观，越下面越主观，主观就是推论假说，按照每个人不同的看法去推论出来的。啊，最上面是什么？比如说基本逻辑啦，有没有进化论呢？进化论到底是真理？它是论，就是一种说法而已嘛，它不是真理嘛？怎么很简单的证明进化论是假的？因为你挖到的考古的东西都是点点点，并没有连成一条线的。你如果说什么是什么变，那中间的产物都要出来啊，不可能每次都硬盖都给它挖的几块呢，几块呢？啊，你把这几个点拉成一条线，那是不合理的啊。这是基本逻辑推理啊。第二个，物理性质。我们到下骹后边挖到一个女尸，我判断她是5000年前的木乃伊，怎么证明？你青菜公公，所以现在有个碳十四半衰竭当测量，就知道它的时间，但是5万年前之内，5万年以内有效。第三个化学性质，问到公后边个挖到几个菜刀，我的讲公，这4000年以前住在这边的先民所使用的，很简单嘛，菜刀做会准啊，氧化程度下面看的怎样，这个是化学性质 ，OK， 还有 DNA 就是。最近发展的很快的，就是现在口腔哦，用那个棉花棒刮一下哦，拿出来就拿实验室2天就把你的基因排序几亿对的那个全部列出来，很快。所以证明这件是你的哦，没有回抽啊、头张提啊，都等于实验室都慢慢怎样，没办法随便你乱讲的啊。历史文献啊，这相对客观的哈，文件历史文献下面讲，我可以讲很简单的证明。下一章看一下就知道哦。Historic document， 比如说旧金山合约是几个国家签的？40几个国家签呢？你一个男生跟你女生要相同同意，然后最后结婚要签婚约、结婚证书嘛，对不对？都不容易了，对不对？更何况46个国家呢，要签同一个文件，那是不是更不容易？所以它的相对它的可信度就高了嘛，对吧？啊，你私底下签的国跟国之间的条约的相对低嘛。这是很多国家同意的，阿内亚矿就这么简单的概念而已。啊，看到这国家地频道，头一次看到这图的亚洲，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的举手。哦，其他人都看过了，请放下，看过请举手。那怎么大家都看过？哎，好，我再讲一次，有上过课哈，高级班不算了哈。国家地杂志你知道吗？就后边嘛，他做一件事情，因为我刚才讲说棉花棒那个基因。我们人在生后代的时候，我们的染色体会复制，好，染色体复制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突变，误差会有误差，那叫突变，所以基因会有突变。
那这个突变就变成一个记号，所有从你这边生出去的小孩子身上，孙子啊，不管哪一代，都有同样的记号在身上，就可以证明你是对都要出来，啊，一代一代下去，啊，西方人都用这当做一个根据，把所有人类对都要出来，画了一张图，他抽样的空间有700,000个全世界抽血，700,000的样本，嘿，就多呢，你想做科学研究的人，700,000够了啦，可以把全世界的人怎么来怎么去都围出来。结果呢？你看，这有箭头，对不对？这是最后来的 ，A、C、D 啦 ，M 三啦，什么啊？你就追到最后，所有人类对都要出来啊！所有人类，你有看箭头到最后的开头什么？在非洲了。60,000年前，所有地球上现在存在人类都从一个地方来，非洲。啊，有人讲，徐老师，你讲那有够坑啊！我要想要怎样，我台湾人对都要出来。阿公，你有追这个号码叫 M174， 你家到南叶门，走到印度南部、马来半岛、爪哇、台湾，这是40,000年前，都讲共60,000年，基本上40,000年，过来去日本、朝鲜北部，再去给所谓的中原地区，要看未？哦啊，所谓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有啥物人？无印度来的，有无？有南部的白衣起来。中亚来的、蒙古下来的、欧洲过来的人物，所以所谓的中原这块地方的人是什么人？就很多种人在一起，所以谁是杂种？对，没有错。可是跳过快了一点，我先讲说，在这一块中原地区住的人都是杂种嘛，因为混了好几万年嘛。啊，后来他们有一个政治名词叫做中国人嘛，或者叫支那人嘛。大家好像被困起了，来，我在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来决定我讲什么内容。所以他们是杂种啊，他们是杂种啊，中国人是杂种没有错啊。好，好，我们下次下课的时候再看好不好？我们下课再看。好，谢谢你。下课再说，下课再说哈。好，然后这边就是有问，就是很多人混在一起嘛，对吧？啊，中国人这是最近才定义出来的名词嘛？啊，所以你台湾人，迄阵韩国人说伊是中国人祖先，中国人去到要死呢，但是免受气啊，这事实啊，这科学证据啊，啊对遐去啊，但是韩国人对倒去，日本去的，啊日本对倒来，台湾去的啊，啊台湾人祖先伫底，马来半岛家来啊，古早非洲啊，所以西亚人这些祖先，咱是中国人的祖先没有错啊。所以台湾人来去拜中国人是祖先，台湾人都陪做啊，对不对？没有错嘛！你台湾人来去拜中國，伊都爱应该咱拜，不是咱该拜呢？伊慎终追远，就要追到台湾来呢。那是祖先呢。你台湾人今天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你都陪做啊？那你祖先底下40,000年呢？我们是他的祖公辈呢。因都爱给咱拜，不是咱该拜呢？拜呢？你们搞错了呢？什么？今麦个大陆？今麦中国啦？无人伫讲下哟，你叫用统战去啊？无啦，迄拢是过去错误的教育，甲你教的嘛。啊，我即摆用科学证据，甲你证明讲，伊是对咱家去的，伊都爱甲咱拜，毋是咱家拜，连都拜啊。啊，咱来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你都不会做。每个清明节你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你都不会做，因为咱的祖先伫遮40,000年啊，无甲人难。以前航海技术没那么好，你就在这个岛上生存了40,000年。最近几百年，这个支那人在造来。最近200年呢，啊，更加近期那只几啊万年呢，啊，咱无甲划靠南，所以咱的血统就损的嘛。我们是很纯种，在上面的部落在那边一直混，一直混，就是这岛上啊，有什么跑出去啊？没有办法跑出去，也没有那个航海技术嘛。爱知无？所以台湾诶，宝清的名叫啥？咁叫台湾？唔是呢，宝清名叫啥？福尔摩沙嘛，唔是福尔摩沙呢。咱本地无名啦，我甲你讲，印第安人敢叫印第安人？唔是嘛？印第安人是北人来才叫印第安人，本来伊底下生团要旋转来我甲你名。我们在这岛上活，我们以为这就全世界啊。我们为什么要替自己取名字？你都没有走出去，怎么替自己取名字？那是华靠人在那甲人吼名，那来对部落之间有互相有名字，因为要打仗嘛，画对方的名嘛，甲人取名字嘛，还知无？虽然本地无亲嘛，无名嘛，咱底下生团几啊万年嘛。所以这个 Dr. Spencer 公爵真出名的，他说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伟大的
人类历史故事是记载在我们血液里面，最伟大的历史故事不是你人可以编的，就是科学证据啊，就记载在我们血液里，会抽出来 DNA 看就知道，没办法你随便乱讲的嘛。所以我刚才说这是科学证据嘛，啊，你反而你中国那头你都要证明你说那有影啊，对不对？ Majority 是台湾人都在这多的啊，是这样呢。所以你过去 你不要学的，我说台语我就是台湾人，我说客位我就是客人，结果是我们不得祖先的高刷做到平不做的后代就是这样啊。台语台湾话现在也不是我们母语呢，那是这几百年才开始的呢。我刚才说嘛，部落跟部落之战间叫你拜他的神，我们现在也拜中国神嘛，叫你对他的神，我们现在对中国神嘛，想说是我们自己的神嘛，啊，说他的话我们对他的话啊，我们想说是中国人啊，结果都不是，我们是在这土地上生了四万年，我们他的祖先他都要给我们拜，是这样啦。我们现在重新建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谁，所以我说我是谁嘛，我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嘛，我们要对多少去嘛，这基本的大灾问嘛，你一定要问这基本的问题嘛，不台湾人是被挖下，好像资源回收人来这种人，人家料死了再见，那么在那里活着干什么？每天就是上班领薪水养孩子，又下一代又不知道该干嘛，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没有希望的人，啊，那死也不知道，死的都要去也不知道，啊，现在撑起来嘛，很难得呢，咱顶一代人不知道呢，咱这代整个历史翻起来了呢，很开让大家知道，何德真的大家有幸在这边知道这个真理造出来的。来手机关一下，这时间点，这六万年五万年四万年都叠加，这有时间点的，这也不是我画的，没那么伟大，你几岁，你叫什么名，星期五碰到你叫星期五好了，你拜国拄到你就叫拜国，什么意思？以前就是一个叫做什么，这在1719年的时候有一个小说，你知道鲁滨孙漂流记吗？就这个啊，这一个白人啊，坐船到那啊，对着风浪啊，船搁浅啊，走到岛上用村的物资起一个树屋啊，住了几个月了，当地的土著来找伊，哎，对着伊讲，你叫拜哥好啦，我拜哥拄着你，甲好命。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应该是欧人给他好名嘛，不是白人给他好名嘛，对吧？为什么土著住在那里，本来就这些人是倒过来好名，那跟那变成白人给他好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吗？当然不是啊，新大陆老早就有人啊，哥伦布是后来才来的啊，对不？啊，那也是哥伦布发现，所以今晚比哥伦布盖啊，没有 Columbus Day 啊，变成笑话了。你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变笑话，以白人观点来看世界嘛，是不是很幼稚？所以今晚观点都改变了嘛。老早人在那生活几十万年，对吧？啊，你是 intruder 外来入侵者嘛，所以没名啊。啊，你看毛利人来台东寻根，发现传家宝，毛利人就有些师生跑到台湾啊，参观美术馆啊，看有来的，哎呀，这跟我妈妈阿妈老伙啊，那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啊，所以那时候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从库克群岛、波西尼利亚地区来的来源，有些科学家发现他们跟我们原住民的 DNA 很接近，不用很接近，那第一级科学证据就出来了，因为人对对咱这起的嘛，很合理嘛，对不？所以现在很多考古历史学家们可以丢一边了，以前都推论假说嘛，我刚才讲那个证据来讲，他们是最低级的证据嘛，他要配合 A 级的证据嘛，整个迁徙图都画出来了嘛。啊，过去台湾名叫啥？有真多啦，这叫 Formosa Beautiful， 1920年的《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啊，这纽约那个报纸上面的比利高轰炸台湾，从上面拍的空拍照，对吧 ？Tons of explosive for 什么 ？Formosa， 跟我讲台湾没嘛哈？那个《三藩市条约》，Japan renounced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 就是澎湖啦 ，Formosa 台湾啦。他在是安尼正式名叫咱是安尼，在合约上面，根本叫你阿宅买一间厝，没啊？他一定是说蔡什么财。没这件出嘛，一定把你正式名称刻在条约上面嘛。所以 Formosa 跟 Pescador 在条约里面出现，表示这是以前我们正式的国际上所使用的名称嘛。等下你知道好，讲到这個，讲到存在感，你当时知道你这个人存在世界上，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岁寒刚出生的时候，透过谁？透过妈妈嘛。
抱到腰，马上 baby 会肚子饿，然后就妈妈就喂奶啊，你吃到奶以后就 touch 到妈妈，闻到妈妈的味道就满足了嘛。所以你是透过妈妈建构你的存在感啊，再来稍微长大一点，旁边的弟弟妹妹跟你玩，然后再来爸爸跟你玩，家人跟你玩，就慢慢建构你更复杂的存在感的参考点嘛，对吧？哦，所以从小被呵护长大的小孩子怎么样，就有自信嘛，对不对？存在感强就有自信嘛，有自信的人就学习力强，学习力强的小孩子怎么样，竞争力又强，以后变成社会有用的人。但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比如说刚出生的 baby， 然后出席就好啊，啪给我伸嘴巴啊，给我掉嘴巴，怎么样 baby 也惊起来呢，是不是？我刚出生的时候我要见证我起相，一阵给我掉嘴巴啊，过去我去幼儿园来带传音啊，幼儿园啊，阿公带水果啊，带他们做游戏啊，更盖头一两个小朋友毕业多阿卡来的不爱造出来，总是有一两个小孩子啊，嘴巴继续吃哦，啊都不爱好你怎样一叠呀。后来我才透过老师才知道怎么样，他们都受虐儿，受虐儿啊，主持人给我领底个大汉的，所以他很有很低的存在感，所以他活在世界上，他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存在，都会避开，都躲起来。台湾过去就是这样，我是台湾人，啪给扒落去。我台湾人，啪！我讲台语，发卡发钱，都是安尼啊。那过去台湾人在建构我们的存在感，我是西人，迄阵那是很重要的时刻，你被否定，不仅否定，还可以冠一个名字，讲你叫中国人。我台湾人，啪！这个扒落去。过去讲台湾这两字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你知无？你是少年一代唔知呢？过去你讲台湾，你就叫掠呢？你敢讲台湾这两字，表示你是什么台独分子啊、叛乱组织啊，像有诶无来管起来？母亲的名，敢要遐歹，敢讲未出来？过去咱都是零地个建议，虽然今摆拢这闽腔拢讲受虐儿的脸嘛，没有开玩笑呢。我们现在的脸都是受虐儿的脸，但是我们受虐是因为我们自己选，那可以算了哟。我们自己选择的吗？那不是，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原因？不是，我们战败，但战败了，我们战败的人被人家统治了，啊，宰人吞塔了，在其他也变安内了。啊，过去咱不愿意承认咱战败家，所以咱今日假扣假假扣个今日的。你明明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如果哈、哦、你今天的身份确定你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都别用去用欺负。为什么？因为人家要按照战争法来保护你，被占领地的百姓有应该有的权利。但是在过去我们的阿公阿嬷那代不愿意承认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是中国人哦，好，真好，叫他宽待，照了今仔日啦。我们拒绝承认，我们拒绝承认那是战败者呢。人讲啊，你是战胜者，来来来，做中国人、中国人，你就是战胜者，好好好，就带去啊，结果叫出卖三代啊。我跟你讲哦，你今天拿到民政府的身份证，才可以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哦。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哦、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份，你才有接受到所有的法律、国际法上面的保障。在我今天也让成立台湾民政府，在我所有法律上说不能改你的语言，不能改你叫你做兵，不能叫你去买武器，不用交税，在我这所有的好处呢，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些好处，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跑出来了。所以拿身份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证明咱是下人。OK。啊，过去台湾人佫讲一件话，佫一句话佫较害的。你叫你讲你是中国人，啊，真正相信的。啊，台湾人讲我是中国人，迄款人是啥？叫鬼附身。为什么被鬼附身？中华民国是不是流亡政权？啊，流亡政权是不是死掉的政权？离开他本来的身体，是不是离开他本来的身体？啊，中国的身体本来在南京嘛，离开他的地方跑到台湾人，啊，就是鬼啊，鬼尽管被附身在台湾人身上嘛。所以叫你讲爷名嘛，我改你讲解告诉我，过去圣经上解说的一个格拉森，格拉森这个地方哦，天然的石灰岩洞，酒灰啦，最底底有糠啦，啊，糠进这一阵就好用诶，做来做啥？做坟墓啦，啊不，做迄个棺材嘛，啊人死了包包包个蛋来对就好啊，啊顾起迄个所在变做大坟场，你知坟场死人侪都啥？啥物侪？魔仙啊侪对吧？魔仙啊侪都啥？鬼附身的人都出现了，啊得来吊解人吼鬼附身啦。啊，附身了就四个又被造无情杀咧。啊，村民讲啊，真麻烦，甲规气用铁链来甲绑绑起来。啊，结果他就孔武有力啊，冲啊灯，佮造灯去啊。
啊，一阵亚索来啊，亚索代表真理啊，亚索来啊，啊，迄鬼也走来，啊、不，鬼附身两种，哇，永生上帝的儿子，我时间还没到，你即马就走来，先怎？叫我即马就下地狱哦。耶稣无甲伊结讲的，讲你叫啥名？啊，迄人讲袂出来，啊，结果鬼替了伊回答，讲啥？我、啊、叫做群，一群的群啊，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就叫群。亚索讲对这人辛苦出来，出来出去。啊、这个鬼就跑掉了，就冲在五千头猪上面，滴啊，两千头身上面，那个滴就冲到海里面，全部淹死。啊，既然鬼造也，他就恢复理性了，就把衣服穿上，他就知道自己的名字。过去的台湾人就是被鬼附身，连自己的名都讲不出来，讲我是中华民国人。啊，现在醒起来，发力出来，咱知道咱以前真正的身份搞清楚了，清醒过来了，对不对？咱是本土什么人，咱知道嘛，哦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世之后，你今麦怎样改以前为狼啊？哈，什么人？嗯 ，M 一七两个身份哈，血统上你是 M 一七四的后代，在政治的身份上已经确定哦，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对吧？习近平，不一定黄明，黄明你得改姓，科比怎么改姓对吧？啊，可怜个还敢挺多呢，可怜个人讲你是黄明啊，佮干嘛真见笑呢？我够可怜呢。你应该很骄傲才对啊，黄明，我就是黄明啊，拍谁？我就是黄明啊！啊，你想支那人给我滚回去，简单的嘛，你就讲清楚这件事情嘛。你在这边做什么？你们支那人来这边做什么？这是我们的土地啊！美军叫你的代理占领，结果你在这边，行吧？搞不要起楚啊！所以这鬼啊，被我关照一阵，西亚人想办法很细苗，不要鬼啊照啊！起码鬼啊被我关照对吧？发力出来就是精力嘛，精力出来鬼啊都在照嘛。啊，结果鬼啊被照一阵。我一定台湾人，台湾人黑心嘛，不会走。什么人？当机嘛，现在是当机。当机过去是透鬼附身来探家的嘛。啥人？国民党内底本土派啊，亲民党啊，民进党啊，这拢是当机啊。较早靠这中华国民党这鬼政权，伫台湾人甲台湾人安尼欺骗探家的人嘛。啊，即马发力出来，你无走来，阮再发力内底，啊，搁黑心命甲继续去选举去闹迄代志，迄都是。当机啊，可恶嘛！要继续给台湾人吞他，要个对吧？现在知道了吗？现在台湾军要出海了。啊，你较早我现在因为是网路嘛，哈，我给呼求一下，呼叫一下，因为这不同党派来对台湾人弄个要踹，时间出海要出海了，啊，对不掉顶以后就倒霉啊，对不对？你为什么继续帮助这个流亡政权在做这件事情，欺骗台湾人的代际？基本上话题给出来啊，就清楚啊，没什么好在抹偏头去啊。阿边段，基本上你的新闻怎样？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这样，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回到哪个原点？战败那一点。虽然基本上恢复的状态是什么？恢复战争被占领状态。美军你都要回来啊，美军你就要回来台湾行使你的占领权。你别再给我叫一个第三者代理人来，要挥挥乱走。你是主要占领全国，你都要负责按照战争法来对来执行你做的事情，别再放解了违反战争法来继续消灭我们嘛，种族灭绝我们台湾人嘛。讲到种族灭绝，我来讲，那是真凄惨的代志哦。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中国主席江泽民、李鹏五名发出逮捕令，因为他们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以后他们如果在国外，就可能遭到逮捕。啊，中国回呛说：“后大你搞你啊！”哎，我要呛问你，西班牙是一个大国吗？不是吧？啊，为什么敢对中国呛呛？啊，中国为什么不敢对他怎么样？因为西班牙是欧盟的一份子，对吧？法院判过，欧盟都会遵守呢。啊，你要加，你要加整个欧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啊，都有影呢。中国人真的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呢。中国人就给这呢，一方面保护熊猫呢，讲哦熊猫被绝种，要想办法全国的力量去保育熊猫，给它培植下一代。结果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手去消灭西藏人呢，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西藏去呢，改以的语言，改变他的宗教，还达赖嘛，然后都要揣一群人逃走去啊，走一场印度德兰山，美国给他弄一块地，租了一块地住在印度，一边老也静了，留他的种啊，怕被他从此从地球上消失啊。这就叫种族灭绝，这就叫种族灭绝。但台湾人我们在呢，所以中国人真开心嘛。一方面你对动物这样子，对人怎么这样子？
那台湾人要知道什么叫种族灭绝哦。我都讲过嘛，头一代咱日本叫台，第二代去做兵，第三代去受教育，都是种族灭绝啊。犹太人对这个很敏感，所以他以前有定义嘛。他定义什么？在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对于种族屠杀定义里面有一条，把你的小孩子送给对方受教育呢。把你的，咱基本都是啊，那你要你上一年国民教育来对，讲你是中国人啊，讲中国话啊，对吧？啊，每天早上升中国旗啊，台湾历史啊，史观都往到中国人的啊，瞧不起自己本土台湾人啊，那就是咱的种族灭绝动作之一啊。啊，我们想办法把小孩子送去受补习班，都去背伊的物件，背伊的物件，多残忍啊！啊，咱唔知呢，啊，即摆讲出来知影无？我今仔日吼，有些时间上拉长你们的史观，又等空间上从不同角度给你们看观点。M 一七是生存角度决定观察角度，好。对呀，清朝时期，你知道右半边不是野嘛，对吧？阿姐挂好久，郑成功占台湾，你有听过吧？啊，结果也势力范围偌济，安尼啦。历史上跟你讲一大堆，结果只有干那安尼啦。台南华靠安尼，剩那拢不是占的。那西的话，我告诉你，请问你，你在哪里派多少兵？你的心想怎么发出来？你在哪里有几个据点？你每年是怎么拨预算的？都讲不出来嘛，数字都拿不出来嘛。我们台湾人喜欢看手机嘛。你讲历史老师底下我别给你编故事，实际上证据没有。那哪里有证据？同样一个时间来对，热遮兰人成日记，那时候荷兰人公贸易公司，欧洲贸易公司在台湾，说对台湾所有的地区每一个城镇里面必经过这来对度量衡制度是什么？人口多少？哪一种人？去背包做上面走，上面走弄无。以前的传教士来台湾，还替当地的人翻译语言，必做圣经。用罗马拼音的方式把它写下来，保存他的语言文字、语言啊，该习俗、该歌曲。嘿，在这个时候，人家只是随便一个贸易公司的，对吧？那啊，你大清帝国号称统治台湾两百多年，啊，坐在下面没？坐在什么东西？从来就不把你当做一个地方嘛，不是他的地方嘛，殖民地嘛，谁在回回人中？我老公中国人来台湾就是起城、起庙、抽税、贪污嘛。起城叫你拜也行，起庙起城就是他的政治制度嘛，给你要搞做生意就是起庙抽税贪污嘛，就是安尼啊，这几样啊，税人再来到来台湾啊，我该包钱包时间搞个登去中国啊，就是安尼啊。今麦开始时间不济哈，我补充一下你们当初所没有的历史啊。大日本帝国在台湾国产里，把怎么样建设台湾，你们看看哈。你们学过行政管理的要知道这短时间怎么做哈。大日本帝国台湾立在董竹时期，1895年、1945年，明治28年1895年第一代总督华山之际，军政转民政，拟台上后出这些名预告，地方官之外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设置，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副审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藩制度，医院设置阿片制度、教育制度，邮便电信实施，定期航路开始，度量和改正，财政金融制度纠税制改革，大阪中立银行进出，来银行啦，需要银行啦，没有钱怎么建设？你当初中国怎么建设台湾？没有银行进来怎么建设？明治29年1896年第二代总督桂太郎，台湾总督府临时法院递追、哦、第三代总督乃木希典，你就去看第四代1898年第三而源太郎，其实大部分是后藤新平在弄的、哦、你看里面残足废纸啊，银行设立啊，财政20年计划，铁道全岛铁路哦，规道的铁路拢在起好，地土地水利事业保甲制度，高雄港主港工程哦，便衣下面猛干了我啊，你看每一年拨会要经过大日本帝国议会通过的预算，拨多少钱你都可以查，你现在自己去上网去查对不对？把日本帝国预算拿出来，拨多少钱到台湾来建设？你等你看照片就知影哈。啊，今嘛要跳来讲这个，这时候历代总督到这边田间治郎，那时候天皇要来台湾，有一群台湾人下坡回讲啊，这就来卖来，结果一这个田间治郎讲下面，台湾思想恶化是因为东京的学生呐、啊，在台湾没有多少个人，但是他。都是倾向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到危险的地步。一般人民及其忠实顺良，感是一同一视同仁圣恩。过去哦，在大清帝国看台湾哦，是3年1小反，5年1大反嘞，一大乱嘞，啊，相当乱。拍摄我如果是女生，你搞我好好搞我对待的话，我相当要跟你乱。就是你不会照顾我，才会跟你乱嘛。啊，但是咱的北部一带拢讲日本话好，那就表示你会好好对待我嘛。我自然就是。只有想好的部分嘛，
就很明显嘛。啊，这个也台湾人，你知道在日本的时代，台湾人出国留学20万人呢，20万人呢，不敢相信哈，因为以前是帝国啊，是中国支那流亡难民料在边安呢，一直中国80%-90%不识字，台湾是80%-90%识字呢。在日本帝国统治没有多少年之后，全台湾的教育水准整个普及化呢，大家至少念到小学公学校比，对不对？当然有些落后偏成宣，但是比例是79%-80%，接近大日本帝国水准的嘞。对对，时间来对嘞，到处去学校，哎，一直在台湾，这不是留日的哦，这是留欧洲的，留欧美的，这个杜聪明的、啊，哦，这俩地方看到你看，川西的必定在座金脉台湾人靠最准了、啊，我讲请上方面了、啊，穿着方面是不是？你看他穿西装，他的袖子、领带，查甫人穿的啥？你看法国高级定制服，恁台底下人穿的比较水。那是恁阿公阿妈阿祖的时阵穿的啥呢？迄阵的台湾人是这款水准的。来，我给你看同学录呢。你看颜水龙对呀、啊，你 Florence 意大利留学美国 U of Illinois 对不对？盖马西在外请假 ，U of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念神学，读神学、医学博士。你看郭松根京大。巴黎大学，你看这个有一个人要特别提到，黄条金啊，他在出卖台湾人的黄条金，他说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就是说的啊，你以后去追他同学录，你就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幼儿园你那个念政治学毕业对吧？结果他在多少角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的。哎，你日本人那去南京政府外交部做角头了？我怪他后来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就这样搞出来的、啊，出卖台湾人啊。你说好，你中国人，真好，你台湾人中国人，就照中国人处理啊。啊，你有属于中国的啊，就是这样。同学录哈、哦，看到了，每一年那1920几年的时候就出国留学啊，各个国家都有啊，林献堂、林献堂啊，这是很有名的人啊。哦，历代总督，哎、欸，我今嘛时间不够，我看直接看照片啊。那个谁，哎、欸，这看啥？基祥，记不？1885年左右的，啊、哦，大经理，我听见，你看。去小去庙啊，而且马杰博士来到台湾，头一个大的旅馆叫皇后旅馆，那种臭虫。而且马盖博士，加拿大人，在美国 Princeton 念神学院，来台湾。啊，替台湾人，迄人卫生水准就败，蛮水气，平均寿命35年呢。我这相片哦，都从这个地方拿到了，先给他做纪念一下哈。不要说哦，这个教育，它在普及率啊，台湾人民的义务教育71%，亚洲只低于日本。以达先进国家之力嘛，对不对？哦，台北帝国大学方奠定学术基础。日治时代，台湾人留学日本风气相当盛行。1945年是曾留学过的台湾人共计20万人呢。他站起来，就关追准呢，拜托。还有照片吗？那个阿嘎，哎，麻烦你。我们看很快，然后看影片哈。哦来跳快一点，这是主日学，来跳，这走，看过了，跳，这淡水，淡水，各照，来，这是啊，槟榔西施呢，这阿妈在卖槟榔哎，真正的啊，你只要吃槟榔西施，哇，这就好啊，大家不会槟榔吃槟榔人口会下降，不要找美女去卖槟榔嘛哈、哦，来下一张，西乡总道牡丹社事件，来，一直有出草嘛，但那高沙族也割人头嘛。被编的6000多个人口，啊，日本人差不多300几条人头，叫夺起来。下一张，你看，高沙青年叫征服了，在德国顶管拢人头呢。下一张，啊，你看这妇女的园游会对吧？来庆祝啊，小朋友在遐看闹热啊，日本军人在遐啦，啊，妇女在遐跳舞，你看这手跟贴贴，一人头呢。跳舞的时候，庆典的时候拿人头来晃，很可怕的哦。下一张。啊，这顺番料的盖伊，让、啊、他使用步枪，最新式步枪。下一张，啊、这高沙族的女孩子很漂亮哈、哦，1920几年、30几年，一张。来、啊、下一张，另外这头目啊，日本的军官，他下面都是头目，头目两只脚中间都夹一个什么，都是人头、哦，黑龙狼头呢。一阵紧张，我们这样哦，不要急嘞，让高沙族的头目黑狼头。来、啊、下一张，谢金姑来谢礼啊，要不要被砍掉？下一张。啊，这是那时候日本在台湾盖学校园游会的时候，那个高沙族人一群人进去拢中台啦，全部杀的血流成河啊！村内有一个日本老师给归妮娜坑诶粪坑里面来救活啊！这是生存者的照片，
啊，其他比较残忍我就没有放。而且下一张，哦，开始接受教育哦，来走走，哦啊，第八联队空军第八联队进来，你看小孩子开始画画了，学会美术这方面的。下一张，哦，开始走第八联队飞机，来，你看开始建筑拢起起来，来下一张，这张是几页呢？看到第三高路的女生，你看有气质不？咱第三高路第三代表还第三个都是即卖中山女中的制服，你看小孩子好漂亮啊，你看每一个面穿的就好看。那不是咱即卖在要靠面什么？拢叫虐待一个面，你真正咱真正去用虐待大汉的，在一个面腔在变。啊，日本时代是这款面，就是帝国的人，一款有自信的脸。下一张，你看铁道旅馆，过来，你看，这北女迄阵的裁缝课，来过来，你看菲律宾咱派马尼拉迄阵上街游行，来过来，这样工会等。那个后街名叫中山堂了，叫做工会堂。你台北市的市民每一人交一口气起来，下一张，过来，公卖局，来过来，过来，工会堂里内底，来过来，大礼堂，你看内底餐厅，迄阵就创个遐清气嘞，你要看未？制度管理，看细节就知道。撞球台，内底拢拎起的呢。1920年、30年，台湾内底拢拎起的呢。工会堂内底有戏院放电影，来下一张，三山路，要唱一条歌未？上山路中间是快速道，后面是慢车道。月色照在山间，月色就在山上了。哎呀，过来！他在棒球队前内了。你看，台北市内少棒对抗赛，华山队南门。那阵全台湾是戏鬼，都贵啊，好几百张的棒球队，哪里都有棒球队呢。每个人都一定要服装，有帽子，有手套，一定要穿球鞋，一定要有棒球棒，一定要有球呢。不是什么红叶棒球队呢。查去讲迄石头，那有遐可怜？那是难民才会做这种事情啊！有难民关在台湾，然后穷到只好用棒球棍去打。什么红叶？那你棒球历史写到日本时代了，一丢多少年就开始怕棒球？在我就跟追准啊！台北市的国小之间有对抗赛呢，我手边有好几百张的各个 国小的对抗赛的照片呢，都标起另外还有队旗，还有教练，还有领队。你看那个小孩子，迄阵的台湾人是安尼呢。下一张，过来，台北市公车呢？迄阵就公车呢，马来拢排队呢，什么新生活运动，迄中国人在找需要的，日本人迄阵就特殊都要排队啦。现在过来，我们要放影片哦，准备放影片哦，过来，走快点，再走，超刷，你看，他在建中诶，学生吴超伟有，很有自信哦，过来，再走，就讲澳洲好像欧洲，不是啦，管前路走到最后面，博物馆，谁会在殖民地盖博物馆？不会嘛，只有你自己的领土才盖博物馆嘛，才有帝国大学嘛。日本人甲台湾都做伊个领土嘛，你是皇民嘛，当然是安尼啊。在咖喱博物才会建设博物馆。下一张，那衡阳街啊，而且宾馆空拍中豆腐，你看这是过去的相片，是最近的呢。再走，你看北岛遐特别铁路电，来过来过来 ，Life， 哦过来，哦，明治桥通往圆山，来过来，是过来再走。台湾博览会，迄阵开博览会，全世界人都欢迎来看呀！啊，过来，你看，新公园上面拍下来，来过来，台北车站过来，你看，较早啊，我阵是讲大一啦，啊，有一个人到就阵讲，无两条线还是预备学校，无紧，拢一样，大学水准的啊，来过来，你就钞票来领咖啡啊，包括你看一副很帅气的样子，来再走。一堆台湾人，啊，这种啊，台北工会堂有办国标舞比赛啦，日本的国标舞老师来台湾啊，办那个舞蹈比赛。你看一群人诶，请他，那必，必然就比我干牙嘞，拜托。你看你每个人 set 的样子，女生穿的那种各种的设计的服装，也要看诶，查甫穿的那样。下一张，再走。你看我连找到最乡下，你看竹东诶乡下一个幼稚园。来过来，再走。来新竹车站，来台中，过来。台中好像有些小进度之称。好，我们放影片啊，今天时间不够。我们はこうした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隠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て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
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台湾が我が領有に帰したのは明治28年4月17日。下関条約が締結されてからであります。大日本帝国。我が領土となってから40年執政以後開的有用。加賀山海軍大将は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台北城に入り。同17日時の九重師団長に登場した。北白川宮義久親王殿下のご退任を仰ぎ、ここに総督政治の施政式を挙げ、次来40育成層今日の決断たる国が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開礼前の台湾は清国政府より違い、清朝以前把我们当化化外藩地、化外之民。改立之后，要变帝国的臣民哦。その功無なしからず、改礼後数年ならずして武士の反乱を鎮定し、産業の指導奨励、产业指导奖励、铁路、港湾、交通建设、准备、通信、卫生、另外消防车保这种、治水灌溉、理番、教育补给、地方制度或者军事方面都长足进步。その成果を上げ、次に今日のごとく全く昔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格のごとく単日月において好成績を上げた者は、これ筆記を我が皇室の一子同仁の計画は申すまでもなく、また官民一致協力の台北市在这种夜景的话一定要路灯，路灯的话要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路铁路电力的输送哦。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は元城内漫画大豪邸の在跳明治44年大半が、哦、那时候把所有的中国原来 TA 主动掉掉他那台风的机会掉掉往都新呢，但一人一步一步的走，那还在一部分就留下城门、哦。その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すなわち三線道路を設け、理想的都市計画を実施し、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あ、これ一点ね、要注意哦。路灯，路灯都代表一个国家的先进的水准。台北市の路灯都在看爽，很爽，可以在我头。来把酒听，另外酒，咱的酒会头到一个礼数哦，知识礼数。来记，那个制度回到大日本帝国，你看，来八九秘书，台湾军司令部，中央研究院。台北医院。邮政局，地名就是台湾电力公司。中国官邸哈。总统府以北嘛，对吧？中华路还有第几条路在收在？可以古的社区啊，有机会在古的拆掉，我都信。你看台北市公车，这是都叫咱看的衡阳路遐附近。台湾的文化様式の都市は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淡々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幅二軒の軒下には停止客というものが設けられておりであります。铁道旅馆台北车站出发。台北 AT， 还有那种机动车，阿玛这三轮车、电瓶车、雷车，
还有公车。人力車があります。人力車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哦，林志桥啊，后边有神社，台北神社，信教。你看，台湾人家，这一个人拆掉了啦。台北の北端に住んでいる。拆掉了。红绿灯。你看博物馆，水哇，啊好旧的嘞。一直日本的时代就是这样。台北放送局每次讲两个语言，日语啊跟台语放送哦。Radio 植物园，你看，人家注重台湾人的生活的品质、生活的品质 ，quality of life。还会注重休闲运动。因为国家的先进程度与人民会让他享受平常的休闲，我丢掉。你看，你即阵开始看中国人较在应用什么款？到达开始的。本当人の居住者が多く、中でも大道邸は本当人の商業区域で、米茶の取引の中心になっております。我来讲起祥起标对，两百几年的结构都是。異国情调，是吧？異国情调。異国的な情緒を漂わせております。あ、一個ね、白卡就造出来。那苗頭子，那白卡的阿嬤行過去。你阿嬤白卡啦，唔知你有講。你看，一個西那邊的面像就造出来。通って流れる淡水川であるとございます。この沿で淡水、淡水滴滴きこれが台北市中を流れている淡水川。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哈。七星山であります。这边走快一点，时间不够。这八道温泉，八道温泉哈。啊，刷了你个看的那个蛮惊喜，对不对？20年の歴史を持つ日本時代都讲ゴルフ。高尔夫球场啊，淡水高尔夫球场，你得打高尔夫球。中国人看唔知啊。なかなか優秀な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自分次第で覚えや。新店。新築地方は。実はランジ先進国家。北部台湾地方。支那人是落后国家。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ランジ嘛叫我们扁豆拜噶，所以我们就。その開発は。那历史是扭曲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築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你看城市的，你看电灯啊，路灯啊，对吧？路灯、车、到处路灯、电线，还是每一家都可以用电器。日本内地はもちろん、现在讲一个例子，茶叶、冬日红茶，内地および海外市場を相手とする特産品として鋭意優秀品の前面是这样子啊，但你好别离款。这一定要人工啦，你看，都机械化，哦，自动化来处理。等你再讲，来，你看这阿伯可惜怕胜，你看这真少看会到的影片哦。你看输送带哦，一直就是全自动化的制作过程。你看做罐头，你看日本时代就是安尼做。1920几年、三几年啊，1920、1930、对啊，要叫要一百年前就是安尼啊，咱阿公阿嬷做的一些样子。中部台湾の首都台中市。台中较早是遮水的，你看。米の台中。你看台中，你看，今麦台中迄敢袂看？迄绿川敢袂看？台湾が日本の領土になってからの信仰の都でありまして。我今麦去绿川，我根本唔敢。整然として。你看，电话偌济。柳川の清流を擁し、柳を排した台中市は。等你再讲吼，那下课再讲，会影响到其他人。台湾的京都之称。台湾の京都の称があります。你看，
连电话都会写呢。哇，很漂亮，有设计感。台中酒厅，人迄起厝哦，起个有一个 style， 拢足好看。啊，街道的迄大小拢会考虑到人哦。啊，树啊，偌济。台湾が熱帯の地にあることは、市にいろいろ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素材、果実は実に30種類のほり、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って、周囲の緑の山を写し、常に紺碧の色を上げ、太工業台湾の原動力、躍進台湾の経済と、再讲好吧。你看，日月潭往南北输送电力，哦，这个基础建设哦，电力怎么输送哦，怎么供应到全台湾各地的电力，那都是基础建设哦。建设一个国家，基础建设很重要。当然，这就调节吧，给。哦，而且什么林百货呀，来了没？你看楼顶，来过来，走。哦，啊，这阿里山，我调。哦，刚才最大的木材集散地，哦，这些嘉义，哦，贵家这东西基本是来种，来过来，各照嘉义，来各照，各照，来，我们走开，直接到糖厂。哦，那那糖业，台湾的糖业基本是来建设起来，你看糖业工厂到输送带到铁路。台糖的铁道哈，長い間の理想でありました自給自足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しかしこの間、製糖会社の努力は、製造糖、然後研究所、放在糖是怎樣改變哈。所以做糖浆啊、炼乳啊，弄叠加子，来跳，先走快点。そして、文化の努力かということで分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先进国家使用糖的量来做评估。另外，它这都已经电气、让机械、让自动化的农耕都是这种机械人工的。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炼乳、罐頭、其他工業、都造来。还有提炼，用糖去提炼酒精。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感謝は、機械科学のメカニズムな音に乗せられ、製糖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絞りかすすなわちバカスはそのままボイラーの釜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来，你看来这做实验的人穿的衫。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近時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が、分けても薄い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再走快点、再走。火曜国策に台湾の行業試験所、总督行業試験所、燃料自給自足の、一群人做实验、好像现在啊，爸爸给他，对对。山头水库哈，江南大郡。1930年完工，1930年完工，一直的供应所有的嘛。那些农业闲了起来，大江南大郡做后料，供应所有的需要灌溉的水哈，15万余甲的水源。水路の延長は幹線に竣工を出しております。三年輪作がこの給水三年轮作就是靠这个啊。来去拍照，高阳。来，这行较近一撮。你看，刚才运船拢用这款输送的方式，是原始的，迄是。来，去跳一个。家人甲高雄港迄阵拢创好啊，大型船只进出。你看，高雄那边的工厂，跟你即摆去日本、东京、大阪、欧萨卡、华高去看的工厂是赶快，好整齐耶！工厂没有乱盖，该有的。你看，好像叠起不能，因为，不在台湾人。
一直弄固定轮船六台，上万吨的轮船。船は1万トン級の優秀船6隻が配せられていて、内大定期航路は内地と台湾との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拓殖会社をして、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種々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你看哦，你们有小孩子的，你看这妈妈怎么打扮那个小孩子，戴那个很漂亮的帽子，外套欧巴。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南市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なし、法人無線電話哦，一直还有海底电缆，我几本看个给人，海底电缆直接。啊，飞机有航班固定的在飞。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好，这边跳过。我々は財務いるありさまであります。大学生专科按勾刷走，又当老师也当警察的。コロナ着物が万人と呼ぶと、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好，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边，下课。